はいはいはい、じゃーん、しょうがない Thank you.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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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咱们来一声战吼，就最大嗓子喊出来，你要让阿斯卡诸神都听见你们。三、二、一，战！第二首歌《Swamp Hill》。
我们演完了以后会进行第一轮抽奖，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手机好好注意，是吧？有票的都有可能中，看清楚。下面一首歌是关于华纳神和阿萨神的战争。最早华纳神和阿萨神打了一场仗，最后呢他们都厌倦了这场战争，华纳神派了海神尼奥尔德还有他的儿子和女儿弗雷弗雷亚去了阿斯加，阿萨神呢派了伊米尔和海尼尔去那个华纳海姆，这样平息了这场战争。但是当华纳神发现这个阿萨神骗了他们以后，这个因为这个海尼尔有点傻，发现他们骗了他以后呢，他们就把米米尔的脑袋长了下来送还给了奥丁。这首歌就是关于这个故事。奥丁，下面这首歌
谢大家，谢谢。玩好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有人要跳出来？有人接吗？谢谢大家配合。Asgard always be my home, but I'm of different blood. I will overthrow the throne because I am the deserver of the gods.
谢大家，谢谢大家。下面进行该咱们进行咱们的那个抽奖环节。我，大家久等了，抽奖环节。138号，所有入场的同志们，你们都得到了一个卡片，对不对？乐手跟工作人员就没有资格了，抱歉。福利留给观众，观众们，大声喊出你们的编号，好不好？321。好，我们的抽奖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次抽奖包括一张我们的联盟合集，一张我们的布标，还有一张330海报的330音乐节的海报。然后希望大家能坚持到最后，我们一共有三轮抽奖。好，下面抽我们的第一位幸运观众。87号是哪位？87号，再次重申啊，只留给我们的观众，乐手没有机会。再抽一个，130号哪位？130号，下一位幸运观众将得到我们的联盟布标，146号，146号在现场吗？5 4 3 2 1，146号，做饭163次，174号，174号，五四三，有吗？下面一个礼物吧，那得怪我们的凯叔叔了，他出门的时候忘带了330的海报，所以抽到下一位观众，告诉我们的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快递给你邮过去。168号哪位？168号在现场吗？5 4 3，在，那请168号到那边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大家留意一下，那边是我们的台球台子，是卖我们联盟的周边，包括我们的联盟 T 恤、联盟帽衫。以及刚才我们抽到的奖品联盟合集以及联盟目标，请大家到那边购买，谢谢大家。下面还有大家看见我身边这位美女穿的这个联盟的 T 恤，今天穿着联盟 T 恤的同学们，我们都免费赠送一张联盟的目标。好，下面留给精彩的乐队们，谢谢大家。